来了宝贝儿，今天教大家划了一幅画啊。首先你就四张纸可好划拉了，谁划了谁会，往这个画框上一贴，拿最浅的灰色就这么往下划了，划了划了第一层就划了好了。然后呢再撕一张纸，再加一点点灰变成深灰色，继续往下划了，第二层搞定。再拿一张纸，再加一点灰，然后变成深灰色，就这么往下滑了，哎，滑了滑了，三层山就结束了。你看这云雾缭绕的小感觉，下边左右滑了一下的，滑了出水面，画上一只小船，天上画上几只飞鸟，天上飞的是什么？鸟儿还是大鹅？收藏吧，赶紧的，留着以后慢慢滑了。